结合，结合在地文化，甲拢哎。是我们 NG 全部要剪进去。哎。结合在地文化，甲浓浓淳朴的人情味，一步一脚印，谱出纯正的好滋味。大家好，立 TV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山亮。这次咱台湾的味，要带大家来去台湾四周围踅一日，对澎湖到金门到各地的市场，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咱 DTV 花式的频道，每礼拜五暗时啊十点播出。讲到在地，就是台湾的这些饼品啦，对吧？鹅桥啦、神草啦、米苔目啦、豆花啦、哦、串冰啊。哎，拢是咱台湾正港的消暑圣品，大家一定爱去试看卖。爱玉啊，嗯。哦，我跟你讲太多了，然后有很多的部分有让我去参与嘛，比如说做酱油啊，去做润饼糕啊，好，然后去做那个祭柜啊，好，还有很多，其实学到不少功夫。然后也吃到很多印象很深刻的这个当地的食材，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 Otolo 啊，然后我去兰屿吃那个飞鱼辣椒啊，哦，那个超好吃的。然后在台东吃那个鸡皮的一类沙西米啊，哦，还很多。在金山我们也吃到很好吃的蚵仔啊，啊，就是那个蚵仔啦，哈，蚵仔。然后金山我们还有去吃那个海鲜，哦，很多地方每个地方基隆什么都有各地不同的特色的美食，讲不完。这样吃身材是很好，保养好。我跟你讲，我其实已经偷偷的胖了好几公斤，但是不能怪他们啦，只能怪自己意志薄弱。请大家准时收看咱台湾的味。